是不是找已经有女朋友了？我还没找到，没找到，哦，没找到啊！帽子怎么是黄色的呢？为什么黄色不好吗？你换一个绿色的呀，新年呀，绿灯行啊。为什么要绿灯？绿好吗？可以 pass， 可以往前走。绿的红灯就是你别靠近我，黄灯就是你要等。绿的绿灯才是可以接近你。而且绿的是这样，要想一年过得去，总得头上带点绿，知道吗？哦，来后期的朋友们把它这个 P 成绿的，谢谢。黄。大黄，你戴个小绿帽，多漂亮！大黄，你知道大白兔奶糖吗？大白兔奶糖，嗯，不知道。就是我跟那个何老师，我们小的时候最心之向往的一个食品，哦，一个零食。你觉得小时候是给一块，谁拿一块大白兔奶糖给你，这当时昏倒了，对，立即塞到嘴里，这。那种谣言，三颗大白兔奶糖可以泡成画一杯奶。对对对，我还做过这实验，画了半天，画不了吧？画不出来，最后全粘在里面了。大黄，你这个糖你记住啊，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吃。大白兔叫大奶兔白糖。大奶兔，对，大奶兔白糖。大奶兔，大奶兔白糖。白糖好。对，将来你要去问问边上的年轻的朋友们，你说，哎，你喜不喜欢大奶兔白糖？你喜不喜欢大奶兔白糖？奶糖，哎，他要喜欢就给他弄一个大奶兔白糖，嗯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华在这么多年，这个就中文也没有太多的进步啊，嗯，也是不错的。嗯